串流。Hello。哇，有点打不过。找这个。一二三，一二。有够难打，还能塞吗？还能塞吗？出门路上小心哦。撑不住哎、欸。哇，我们撑不住啦！等下，这我现在是单机啦。那等下打完之后，再问问看有没有人跟我玩，跟我组队。25000、90000、21000、23000。啊，存钱。嘣！哇，炸一下还没炸死哎、欸！天啊！
后面的关卡也太难了吧！存23000，升级这个。希望存得到啊，80关呢、欸，不知道存不存得到。Hello。我今天直播到10点，因为等下10点半要跟巧克力露营。嘿，啊要提醒我，提醒我10点要关台哦。棒，太硬了啦，蛋呢啦，我就守不住了、欸。滑鼠，我的滑鼠，完了，守不住了，不行了，守不住了。不行，75回合。啊，要啦，什么蟑螂蛋哦、喔？对模式，建立对战，4名玩家，有人要来打吗？我贴哪里嘞？贴哪里嘞？双倍生命飞船求加加。我再去看一下哦，看我他有没有延迟。双倍生命飞船求加加。好像还好哎、欸。我再去看一下哦。大概延迟15秒吧。双倍，不对，好像更久。好像还好哎、欸，我再去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对，还好，还没有人啊。双倍生命球，加东安找出组队球人，哇！有没有要陪我打？老G，都没人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谢谢 Tina， 谢谢紫色，我会先把钱先给你们的，你们的大恩大德，我先给你了。哎、欸，
我又回来了。嗨，怎么那么可怜呢？没人跟我玩啊！你看，好久就没人玩。可能有人要，可能有人要解救，然后解就不。静，你好像会断线哦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。是吧？我不知道啦。还在我是整个游戏没有回应刚刚。应该还可以啦。这卡住了。卡住了。卡住了。我先把 FB 关掉。不行关。我手机我手机怎么开了什么有在直播吗对，我已经挂好了。开了，我开了、啊。没通知啊！对啊，没通知啊！哎、欸，我有通知。通知我手机有跳吗？我手机有跳，手机有跳，手机有跳。我开通知，哎、欸，我已经通知啊！我已经把 FB 关掉了，不要这样子好吗？可是教主表示不能关。啊，断了！局长离开。哦，断了。好，我重开游戏。哎、欸，对，我重开一下游戏啊。你们也重开一下吧，全都重开好了。一直找我，真的假？哦，就你一直追，他妈我肚子也回痛啊！哎，双倍生命真的好难打哦。嗯呢。你说非常生命吗？对啊，这样子我要带那只猴子出来，我换猴子给你们，给你们，给你们赚钱。开始游戏。我是不是又自己进去了？等一下啊、哦。首页。只是本杰明也有好处，那个飞船就不会生那么多只出来。对啊，不要。可是这只大猴子打掉的话，没有你们本杰明抓就吸走，我再把那只抓下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也是可以喽。可是攻击距离小的，他就不要被我摸到嘛，困难。你不要忘记上次那个有个人直接把他压在门口打、啊。等一下，我又是不是跟进去了啦？不要跟我讲话，等一下。组队模式有了，四名玩家，我就不信我不过。你为什么要把刚刚的话贴出来？贴什么话？大大表示他看到叫他看到繁星。求支援，然后我就说，然后他丢来这里，就刚好看到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然后我们就过来了。来，感谢你们过来，好可怜，没朋友。平时真的没什么跟我玩啊。看一下哦，哦，我在右上。哦，这次大家都很顺哦。我看到大家钱都是500。这次不是我在前面啦，这次是大大在前面啦。好怕，我的天！不对啊，为什么要在后面呢、啊？我的星星没有地方发挥、啊。我也是在后面。看谁把钱丢给我。我先给你啊！可是我们一开始也很顺，先那个啊，把那个先把你的杰明叫出来啊！好的好的，好那你再换 Tina 或是另外一个，哎、欸、差一块钱啊 Tina， 哦没事，我丢给他了，不用给我不要给我我写吗？你们就几只啊？我在思考是不是改按键发挥比较好一点，我怕我这边会有可以啊。感谢你，不过这样可能会比较慢回，要等我。没关系，通常已经是来不及了。对，没有没有，你可以一直丢钱，然后就说有延迟。啊，那个还有人的飞镖，等一下，我延迟。
要这本杰明好，我们都是这样子啊，喜欢躲起来、啊。我先丢给你，静，你等下先买哦，买完之后你再把钱全部丢给 Tina。好，反正本杰明又没输出，就不要让他去碰到怪了，丢远一点、啊，早点出来，早点，早点赚钱。而且把它藏好一点，你可以放其他只啊，把空位留出来，给其他厨师用。哎、欸，静丢，给到我了。静，赶快丢！不是给我钱呐、啊！本杰明先丢出来，你给我钱干嘛啦？好好，那个早点出来，早点洗钱，赶快，然后全部丢给 Tina，钱都给他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冷静冷静冷静，各位。那你给我钱，我星星也要练。没钱了。我再看到谁丢一块钱给我试试看。他不嫌多按的。进钱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他真的好大。好呆哦。好大字哦，我的天！而且我丢错地方了，我可以卖掉吗？你要重放吗？对啊，这边才对。而且这边还有猴子可以陪我，我这样吼的话，它至少还有用。看好像他在摸他的头。对啊，扒他头。安安，我每次都觉得这个游戏不用多人也会卡、啊。你只要场上他太多东西，他就会卡了。对啊。等下 ，Tina， 你在哪里？右下？还是左下？你怎么不先赚钱？这次不是我在。你的工程好嘞。你确定要我先赚钱吗？还行吧。那我就听话了。这么可爱的声音，好，西敏路上小心。听到很激进，那只工程盒离我太远了。我这边原本打算要放那个显示的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，后面有火的。没关系啊，那个谁 ，Tina， 他是要吃前面的钱，后面的钱留给你的。后面他看不到的都留给你。是我那个没办法那么快出啊，因为我还要升大炮。大炮。我再要升什么嘞？81可以打，那我就升这个咯。德鲁伊放出来练练，好矛盾哦。后面死神挂机啊，他缩短。不好意思，看不到。我这太有点多，交给你了。这是你的、哦。他伙伴对位置的话就没问题。
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又看不到喽。真的有点多。不用怕，还好，还好，有你在啊。还好。他可以啦，只放那一排可以啦。瞎了。瞎了，这个你打得了吗？哦，打得了。我也放一次好了。你要放什么？哦。我怕再来他都来不及烧了。我觉得会。可是我那个雷达差500块就快好了。加油加油！是，谢谢你的兵。猴子，你还会什么啊？有时能打出强力的拍击，将气球从出口推开。出口有时，对啊，重点是有时哎、欸。那是要增加它的攻速啊。啊！啊，气球嘞！哦，问你呀、啊！哦，好多钱呢！我要点这个，我要推气球，我要推飞船。坏掉，不需要它了。不，为什么？哇，是我一个，是网路烂的都。有这个福利呀、啊！确定呢？我要让网络烂一下喽！我点这个，有几率冻结气球。OK， 组队模式，好心累哦！只好把所有不用开的东西都关掉了。五圈在笑什么？哦 ，fuckyy， 好 ，fuxcky， 好像不太 OK。这什么验证吗？我没骂谁哦。问题啊，好吧，明，啊，这个又是谁？
不知道，而且等级高，闻到公开了吗？有点可怕。闻到公开了吗？